谁没关注？谁没点赞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还是你？点赞啊，关注啊，记得啊。嗯。小黄鸭一六九三台，这把稳了呀，别克控不住场子了，这波只要稳稳就一波。你这来互摸一下，互摸一下，这把小黄鸭飞得有点快啊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就算一台电机了，保平总可以吧？赛季末保平就是胜利。完了，杰克冲小女孩去了，应该能溜一会儿吧？哎呀，他速溶了呀，小女孩倒了，还要被挂遗产，我去重开一台啊，应该能救得下来吧？你总不可能再被震慑一次吧？可以，还能套个薄命啊，代理遗产，打出薄命也要死命的往前跑，这就对啦。杂技补电机，我可以去救人啊，不过我这电机其实也快好了。算了，我去吧。杰克的人还是要稳定一下的。杰克过去干扰电机了啊，那这个救人分我就收下了。杂技倒地，那小女孩去补电机啊，这把还是个三人开门战。其实这把电机也快压好，还想管电机？哎呦，哇，这杰克就喜欢玩这种奇奇怪怪的误认。杰克有点迷茫了啊。那边一个上挂分小女孩，一个二挂杂技啊，这边一个先知啊，对电机虎视眈眈。来追我了，想鸟我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先知啊？有鸟了，这波直接吃到，把它带远远的。这个距离应该很远了吧？鸟来，逆转未来还是很舒服的。哎，为什么电机还没好啊？场上一共三台电机，两台给压好，这不会也能找到那台新的吧？我快坚持不住了，我杰克还在那个位置打误认啊，我直接拉走。他们总算是找到遗产机了，还行啊，我肯定得死，这能平局就是胜利。杰克在追调试啊，来吧，我加速把引擎帮你放好了，先拉开点距离啊，开局带遗产啊，问题不大，这能拉开就行啊。哎，杰克没翻窗吧？哇，什么鬼呀、啊？还能这么烦扰的？没事，我有鸟，那就由我来承担重担，稍微勾引一下。过来啊，六杰克，那其实多拉点个注意误认就行了。前期的杰克单靠两条腿，他基本上是不可能追得上双弹的。你看，我这不就到目的了吗？假走位偏误认，杰克急了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啊。哇，使徒，你转的是什么点？完了，这还要解除插刀的呀！早知道你这么慌，我就不过来了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开局调枪适合我，带杰克你跑了很久马拉松，电机节奏呢也不算很差。咱囚徒飞了啊，小黄鸭上椅子了，但是电机就差我这台和囚徒的遗产。三人开门战还是没什么问题的，杰克来干扰电机了，问题不大。小走位骗误认，这也太好骗了，逆转未来，小子。好了啊，今天我就要烂在这里啊，谁也拦不住，我说的。笑死，居然有人在这里骗先知的红光，翻板加速躲无人，然后再回头翻板。哎呀，劳神害人的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刷新一下 buff 就好了，顺便把这个队友也刷新一下。这把尽管又是杰克，无所谓啊，我方出动干级上将，试一道误认，我干级上位照样牵制。好啊，干级下士倒了，无所谓，色为上校，是时候轮到你。哦，没事，勇敢的卢卡。灭之舞，来用力点！哎，为啥不挂我呀？地窖数出来。那要不 PY 一下？可以，杰克，你是个好人，世界还是好人多呀！使徒来了啊！是什么让你膨胀到开局抓先知啊？直接开跑！放猫也无所谓啊，知不知道双弹的含金量啊？完了，我带到小女孩遗产了。哎呦，还是个抽刀怪，他打小女孩去了，过去帮个忙啊，把人带走。我感觉啊，这个使徒丢猫是有点耿直的呀，你这是什么跳的呀？啊，这都运不到吗？我都替你感到着急啊，那你没了呀。我前面还能进个板，给身位就翻板拉点，马拉松真的很简单。这边没有板子啦，顶鸟转窗户继续弹。闪现了啊，急了，那你就记了，红光点进了，我牛！哎，你这都挡不到，假装回头，哎呀，拿捏的死死的，再回头躲个猫，哎呀，使徒你在干什么？你已经崩盘了。
哎呦，这个跳还是很帅的。好了啊，小女孩可以功成身退了。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不过也行啊，我这波可以拉到小门。不得不说啊，使徒的猫呢是真的捞啊。无所谓，二舅就是这一台。这把对于使徒来说已经结束了，这你都打不到啊？我建议你直接左上右下点确定吧，免得感受痛苦的鸣笛。一声好卡位，这波有鸟使徒更倒没办法了，放猫是吧？那主动眩晕，你就说打不打吧？早点打就完事了，你还卡最后一秒，点击压好了，倒地直接开。这个猫有点吓人，从我的屁股后面飘过去了。你的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又进了一只鸟出来啊！再来一波主动眩晕，门开好了，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。